我们已经走在了多瑙河桥上，过了这个桥我们就离开了罗马尼亚，进入了保加利亚了。这边就是多瑙河。原来他们这个国界啊就在这个桥中间。刚才发生了一点不愉快哈，就是在我们过交这个过桥费的时候，按照就是网上的有关信息，我们是应该交15块钱的。现在正在修路这边，然后那个刚开始那小伙子呢就让我们交了15类哈，然后但是他的同事嘀咕了半天，最后又让我们交了30类，跟他理论呢也说不清，他也不跟我们讲其他的语言，然后最后为了这15类也别耽搁时间了，后面还有好多车呢，我们就交了。我口袋里翻出来这15类，本来还想留个纪念啥的，这样就一块儿还给罗马尼亚了。我们当时进罗马尼亚的时候是干了2个账，但是出罗马尼亚是没有盖任何出境章。私家车走左边，我的护照也准备好了。哎，大卡车走右边。啊，排队还是肯定是还要排队的。现在已经在保加利亚境内等着过海关，前面就是边境了，看看能过去多久。我们已经等了25分钟了。一团混乱，一团混乱。然后刚才有一个人出来，用手一指，大家4个车道，哗，全往左边这个车道挤。哦呦，这个乱哦！收了我们的那个护照之后，还有这个行车证。现在让我们停在这儿，他在查我们的护照和行车证。哎，怎么那其他的车怎么都过去了？来，红的，哎，再打扰你了。嗨，嗨，喂。好了，我们现在被允许离开这里了。旁边停着这些车都是被揪出来要查看护照，他们是抽查。现在我们就进入了保加利亚了。我看一下用了多少时间，我们用了53分钟。看蓝色的这个顶棚下面就是海关，海关出来以后旁边就有一个可以换钱的地方，这些车都停在这儿准备换钱。虽然保加利亚也是在欧盟区域内，但是保加利亚使用的货币并不是欧元，而是列夫。列夫和人民币的比例是1列夫等于3.6人民币，0.5欧元。可以看到在这边路边也有很多的卡车在等着从保加利亚进入罗马尼亚，所以这个卡车排的队真的很长。我们在来的时候看到了15公里长的这个卡车队伍一直在排着进入保加利亚，也提前在网上预缴了1个星期的高速公路使用费，3.95欧元，大概是不到30块钱人民币吧。